没什么遗憾的，那是你要活下去。哎呀，忘了我吧。够了够了，谁不是有失忆的都是这样？你有没有想过有一种可能，他俩的心肠是黑的呢？一个是残害同窗的毒妇，一个是诛杀同门的帝君。少污蔑我弟和我妹啊！你拿人家当弟妹，人家当你是累赘。四海之内皆哥们儿，三哥两个互相给我。老师，修建之光。就他？你也没说白吃白住啊！你没说要替你施肥啊？你不教五哥？为师一个解释。不是解释，我与阿言只是萍水相逢，并无纠葛。你看看你，下这么大本钱，这叫萍水相逢？ 缘分这个东西，拿起放下，它由不得你。你专门跑过来找我，是不是因为喜欢我呀？喜欢。希望阿言的愿望全部实现。 你知道，此事最重要，我想要。我知道，怎么戏这么多？